后排后排。好了，那我很简短啊，那后面下一个就请先准备啊，我们请那个大家自己看一下那个 spreadsheet 登记上面，然后下一个就请先到前面准备。那我今天要挖的坑是，因为我四月到六月的时候，就是去世界上很多地方，大到平常的地图上面是放不下去的。那就是参加很多世界类似 GMB 这样子的团体的一些聚会，然后他们在现在在想说如何就是让世界上各地这样的团体都可以更紧密的合作，因为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做的是重复的。好，那这个应该算联盟吧，叫做 Populous。好，那所以他的会议是在智利上次开，四月底的时候开。好，那他希望做的事情呢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就做国会大代制，可是这个系统很难直接移植到日本去，因为我们的政治体系不同。那甚至有些国家是一个国会，有的国家是两个国会。好，那所以 Populous 的想法就是说把，很多我们做的这一些 civic tech 的东西变成比较小的 component。好，什么是 component 呢？比如说有一个元件，它就专门做处理储存所有的立法委员，所有的政治人物。那你可以去有人编辑他的关系，比如那由这个你就可以去做政商关系，或者说国会监督里面的关于 people 的这个部分。那如果你再加上另外 component 是你可以写信给一个 registry 里面所有的人的话，那你突然就有，你把这两个都在一起，你就有一个写信给你的国会议员的一个网站了。所以他想法就是说，我们把东西拆成小的，那让世界各地不同的有不同需求的人，他可以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好，那他的发起人其实是英国 My Society 跟智利的另外一个组织。那我们在交流，其实就他是觉得说世界各地的这些团体应该更长的交流，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彼此发展的现况。好，那所以那我就稍微介绍一下 GMB 啊，他就说哇天啊，实在太活跃了。好，那 Populous 这个我们当然目前大概有一两百人在 Melanesis 上面在讨论说如何让这个东西更有效率。好，那当然我们成功的推销了 Hack Folder 让 Populous 用，然后现在因为里面现在大概有五个 community， 然后我们把这个一些会议记录啊跟接下来每个地方要做的事情都整理在上面，那有兴趣的话其实 也欢迎大家一起参加。那不过重点是其实我想要就是说那个国际社群的参与的协力团，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做了有公报嘛，就是每天都会整理一些 IRC 上面或者说社群里面发生的重要事情。那所以如果说有一个这样子的 task force， 就是说可以每个月稍微整理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然后发一个英文的 press 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甚至说有一些去规划一下访问每一个不同目前已经在 run 的 project， 看哪一些小东西可以抽出来，让国际上哪边可以用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团去就是采访各个 project， 这样的话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等一下先开一个 tag， 因为我这个还没开，然后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怎么样进行比较顺。OK， 谢谢大家，下一位。